什么猫不掉毛？文茂贵，职业兽医师，猫科专科医生。正确的来说，是没有不掉毛的猫的。猫咪的毛发会根据新陈代谢萃取旧的毛发，就像是人的头发一样，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脱发。在换季的时候，春夏交接的时候，猫咪就会褪去保暖用的绒毛，这样可以有效帮助猫咪在炎热的环境中散热。到了秋冬交接的时候，猫咪就会长出新的绒毛，褪去夏天的毛，帮助猫咪在冬季进行保暖。而有的猫咪掉毛相对来说会少一点，如斯芬克斯无毛猫和德文卷毛猫，这两种猫天生的毛发属于绒毛状，不太容易出现大量掉毛的情况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它们需要相对温暖的环境来生活，